打破人性本恶的谬误，许多人不敢承认的真相是：社会结构助长了暴力和负面行为。一人类合作的历史背景，纵观历史，人类展现了非凡的合作与利他能力。早期人类社会依靠合作和互助而繁荣。人类学研究中大量的例子表明，猎人采集者社会。 普遍存在住集体生活、资源共享和共同养育孩子的行为，这些合作行为对生存至关重要，显示人性倾向于合作而不是暴力和竞争。二、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，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天生具有同理心和亲社会行为。研究显示，即使是婴儿。 也表现出同情和利他行为，例如，费利克斯瓦·瓦尔内肯 （Felix w o n k e n 和迈克尔·托马瑟罗 （Michael Tomassello） 的研究发现，年仅十八个月的幼儿就愿意帮助他人，即使这需要付出努力。这种天生的同理心倾向表明，负面行为并非天生，而是受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。 三、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。社会经济不平等和贫穷会创造出负面行为更容易出现的环境。当资源稀缺、个人或群体被边缘化时，生存本能可能会导致被认为是暴力或不道德的行为。然而，这些行为是对其环境压力和约束的反应，而不是他们天性中的反应。 解决不平等问题，并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机会，可以显著减少这些负面行为。四、社会结构和系统的影响。社会结构和系统可以促进合作与和平，也可以助长暴力与竞争。例如，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展示了竞争结构如何导致负面结果，即使合作会更有利。 相反，成功的集体生活实验和合作企业中的合作结构表明，当系统奖励合作时，积极行为占上风。五、文化条件与学习行为。许多被认为是暴力或负面的行为是文化条件的产物，而非天生。儿童从环境中学习行为，包括家庭媒体和社会规范，在美化暴力。 或激烈竞争的文化中，个体更可能采取这些行为。相反，强调和平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文化倾向于产生体现这些价值的个体。各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表明，人性是可塑的，并受到社会条件的深刻影响。六，透过社会改革的正向改变例子，社会改革的历史例子表明。 改变社会结构可以显著减少暴力和负面行为。引入社会安全网、教育改革和社区支持计划一直显示出积极的结果。例如，在经济机会和社会支持系统强健的社区，犯罪率往往会下降。这些变化强调了环境和社会结构在塑造行为上的重要作用。七神经科学证据。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天生就具备同理心和社会联结的能力。例如，镜像神经元系统允许个体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感受，促进同理心和合作行为。当社会结构支持这些自然倾向时，正向行为会被强化。然而，在生存受到威胁和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 这些神经系统可能会被自我保护的需要所掩盖，导致负面行为。结论：负面行为源自于暴力社会结构中的生存游戏，而非人性本恶。这一论点得到了历史证据、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支持。透过解决社会结构中的根本原因，创造一个促进平等、合作和同理心的环境。 社会可以促进积极行为并减少暴力，这个观点将责任从人性转移到塑造我们行为的系统和结构上，提供了更有希望和可行的前进道路。